在你们在这里毕业了以后，到了初中以后怎么办？我们会说就是那个过来训练，然后呢经常来看看老师。平时陪他们训练，因为他们很多时候训练是在双休日或者节假日，那对于你来说，你也要放弃掉很多休息的时间。对的，对不对？嗯，对。但是有得必有失嘛，想想。在他们拿到奖牌的时候，还是觉得对。